Linda 藏宝箱，高雄之旅，大东文化艺术中心，凤仪书院。大东文化艺术中心位于大东国小校区内，就在捷运O13大东站旁，紧邻凤山西大东公园，设有演艺厅、文创视觉展览馆、艺术图书馆等设施，是新旧文化结合的多功能文化园区。周围11个热气球造型的建物，不仅透光、通风，具有隔热效果，也能抵挡强风，即使是13级强风也不怕。喷水池每隔一段时间有水舞表演，夜间的水舞配上五彩斑斓的灯光，让人仿佛置身于梦幻世界。凤仪书院，凤仪书院是3级古迹，距大东文化艺术中心约700公尺，被过度现代化的书院建筑在2009年启动修复工程后，历经4年才得以展露原本的古迹风貌。除了古迹建筑以外，也有用 Q 版人物表现的各种场景，像是官府巡逻、老师授课、科举制度等场景，到处都可以看到。后院有文昌祠，考生们可以来这里祈愿金榜题名。另外还有五品官官服可供体验，参观门票66元，每周一休馆。其他相关资讯请参考下方网站。 Linda 藏宝箱，我们下次见。